亲爱的朋友们，来，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心中最喜欢的歌神，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个人，杨宗纬再次登台，请。什么？我上面的朋友，杨宗纬好帅呀！好，但是呢，这次请宗纬到台上来呢，我们也有个小小请求，因为刚刚呢，你在后台的时候，所有的朋友一起都用他们的爱和他们的心声，连唱两首歌给你。是的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温暖，然后就是我。很温暖，但是其实我就没有讲就讲，我觉得这样，刚才啊大家玩得特别开心，是不知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个要求，有个要求就是，想请你和我们一起来玩，好啊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想上来和。你心中最爱的宗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的人吧。没有，哎呀，请那个灯光给我们的观众区一点，因为后面的朋友非常抱歉看不见你们。先从这边来吧，来吧，这个对，离得近一点可以来。好，对，这个也来。好 ，OK。要选几个人？哎，每边选三个吧，好不好？你这边已经有一个了，再选两位好不好？再选两位，对。选三个人，请一个人。这位帅哥上来，这位是 A 班，对。再请一个帅哥好不好？帅哥，帅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这边，来我们后面。哇，这个兄弟直接就。你的队员都已经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还是了呀，你那边怎么都是帅哥？OK，有美女啊，我的美女们呢？美女们，哎，好，来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。那个，你不怕被夫妇解骂了？来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啊，来。好，这边有一二三三个，三个人。这边有五个人，一二三四五。是，我觉得这位朋友很好。我说多了，结果他说要过去一个吗？过来一个，好吧，过来一个，好吧。OK， 那既然反正今天的那个礼品，他据说他们主办方准备了很多很多，而且我觉得五是一个福气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要求很合理，再一边加一个，好吧 ？OK 呀、啊。一边选一个，再选一个，一个人只能一边一个。这美女非常的热情，从那边走，跑到台前。好，楼上太危险了。掉下来！好，掉下来！下来吧，可以吗？掉下来！这边有选到一个楼上的。OK， 在那边的话，在那边，在那边戴帽子。对，我这样。我根本还是挺不错的，选好了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来，公布一下那个，哦天哪，那个，我可以站哪里？好吧，来这样，上来可不是光领奖品的，来两位站中间来，好 ，OK， 来两位站中间 ，OK， 大家会看到啊，我们要请各位呢，要一起配合，用自己的身体动作来告诉宗纬，我们现在 T 卡上的是宗纬的哪一首歌。如果宗纬回答得出来，你们队就得一分；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，不扣分。有听清楚吗？听清楚。但是如果哪个队赢了会有奖品，但如果输了，就要全体学兔子跳，学兔子跳不行，
兔子不行啊，这下面都鸽子呢。兔子不学鸽子跳。那是。坐下去了吧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吃饭的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来，你们两个队哪个队先？我们小鸽子队先来。小鸽子什么意思？那好吧，我们就小鸽子就当仁不让的先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队先派出一名代表。来，哎，我们请问一下，我们的题目可以出现在大屏幕上吗？但是只有周伟不能看啊。好。是可以出现在屏幕上的吗？请问。导演，可以出现是不是 ？OK， 那我先来看第一道题。OK， 来，请你们选队的人过来。一马当先。两边的人不要离周伟这么近来。先让我猜，是吗？来，先站到这边。对，等一下，来，全队都站到这边来。对，来，你们队也站到这边来。OK， 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题。来，给月答题开始。不准说话，说话的话就犯规了。给气，开始。第一个字，天。第一个字，天。第一个字，天。第一个字，灯。一天。不准讲话，不准讲话，嘴巴不能动，动就犯规了啊！动就犯规了。一天。对啊。一天。我的歌吗？One day。第二道题，来，我们谁来？男士优先好不好？男士优先，挑到最高个子的。下边注意游戏规则，不准提醒啊，不准作弊啊。那我们对着座位坐。给你去。好饿。馋。肚子疼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这个明明是肚子疼啊。因为很饿啊，就。想吃东西把嘴馋。好，来，连对两道题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，由我们这边来说。来，鸽子。我还没有打开啊。我的歌名都很简单。我们要出一点难的。这个就很难了。这个我跟你说。这个能猜得出来就佩服你了。地上，地，天，地上，天，画圈圈。有一个圈圈。圈圈，对。地上有个圈，没错。后面的圈圈。地上有一张纸。后面才拉圈圈。什么？后面，背后开。天，天气，悉尼天气不错。飞，那还是鸽子啊。天上，鸽子，鸽子，然后飞到地上。对，是我的歌吗？是我几个字？不准讲话，不准讲话，不准讲话。两个字，然后第一个字。天。我发现今天为什么就是帮你。我能不能打断一下这个节奏？为什么每一首歌让座位猜，你们都要指着天呢？那在我的脑子里有一种天呐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光影对了，来下一道题，下一道题，下一道题 ，OK， 来，哇，好难啊！这要是我绝对猜不到的，这么多字。好多字啊！天哪，我们现在不能讲字数了，因为我就会很容易猜出来。继续指天来，我们现在等一下，请我们等一下，请全场的观众朋友监督啊！哪一队在做提示的时候，如果嘴巴动了的话，都要做这个作废的。给开始来。好，他们四个字，你们指着你们，指就他们。他四个字，他谁啊？第一个字，你第一个字，你说了第一个字，他
他，你，不是不是，第一个是拿，拿对，拿，第一个是拿，拿，拿，他拿他，拿他，他拿他干什么？顶。继续指天，来。屋子，屋子，住，住，哎，就是，就是，就是。